凯旋后的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联军大会，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，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，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、社会名流蒋百里、章太炎为顾问，开办苏联军官学校，自兼校长，其鼎盛时期的总兵力达20万人。从此孙传芳统辖富庶的东南五省，成为吴佩孚以外最有实力的直系巨头。孙传芳从一名学兵一跃成为最年轻的北洋军阀，只用了7年。就在孙传芳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一名民间普通女子却对他恨之入骨。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成的身上。1928年11月，施古兰随母亲董氏在领取施从斌的抚恤金的时候，当面恳求张宗昌寻找机会提拔施中成。不久，董氏母女寄居天津，施中成被升任烟台警备司令。施古兰提出要施中成为养父报仇，却被眷恋锦绣前程的施中成以报仇时机未到，宁可轻抛生命为借口拒绝了。施古兰倍感失望，一怒之下写下了封长信，与施中成断绝了兄妹关系。那么复仇未报的施古兰会就此罢休吗？风起云涌，孙传芳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呢？1926年夏，可是不到一个半月，曾经所向披靡的孙军就遭总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。孙传芳以为有了奉军的支持就可以挽回颓势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，北伐军势不可挡，旧军阀摧枯拉朽。行将没落的孙传芳集团内部也开始纷纷倒戈，叛逃的叛逃，起义的起义，眼看着他的一个个得力战将都归附了革命军，孙传芳也感到大势已去。北伐军很快就占领了杭州、嘉兴、安庆等地，直逼南京。走投无路的孙传芳只能投奔张作霖。1928年6月初，张作霖在沈阳黄姑屯被炸死。孙传芳又逃往沈阳，投奔张学良。同年底，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，归附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。孙传芳多次游说张学良实行东北割据，投靠日本，伺机再度进关，一争天下。张学良却不为所动。而这个时候，为报复仇心急如焚的施古兰却念念不忘复仇，一直在寻找着孙传芳的下落。那么一度呼风唤雨、嚣张跋扈的五省联帅孙传芳又到哪儿去了呢？1931年9·18事变后，孙传芳携全家来到天津寓居租界。
从北平传来消息，他的老上司吴佩孚为了拒绝日本人的劝请出山，居然把自己的寿官摆在了院子里，表示自己宁死不出山、不当汉奸的决心，一时传为陈官严治的美谈。这件事让孙传芳不敢轻易表示出山主政。百无聊赖的孙传芳陷入了苦闷惆怅中，一蹶不振，渐渐的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就在孙传芳到达天津的四年后，施古兰也毅然带着孩子离开了山西太原，回到天津娘家。临行前，他再次赋诗明志，一再牺牲为父仇，年年不报使人愁，痴心愿望求人助，结果仍需自出头。并正式改名为施剑翘，不再幻想有位好心的仗义侠士替他出头报仇，决心自己动手了却心愿。于是施剑翘开始大海捞针，找来近一年的报纸，又跑遍各个书店，买回来一包又一包过时的旧照片，寻找仇人的影子。两人虽在同一城市，施剑翘却一无所获。突然这一天，施剑翘经过一个算卦的小摊儿，在一堆杂物当中无意间瞥见了孙传芳的照片，于是他花高价买下了这张照片，第一次认识了仇人的面孔。但是仅凭一张数年前的旧照片，又怎么能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将他辨认出来呢？正当施剑翘疑虑丛生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